前段时间咱们迪丽热巴的玫瑰庄园红毯妆容实在是太惊艳了吧，所以一趟千辛万苦的请到了热巴的化妆师张静老师。老师打造过无数霸占热搜的出圈妆容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三个爱上刷起来，我们马上开始。亲爱的粉丝大家好，我是张静，我来了。在老师来之前呢，其实我有发一条动态问大家最想问老师的问题是什么。我有偷偷看过。是吗？静宝是不是单身什么之类的，老师回答一下呗。逼保密。还有一个问题啊、没有咱们热巴那张脸能够画成热巴吗？就靠画呗，通过专业的手法、机构的塑造、妆容塑造，还是可以达到一定效果的。哇，真的好像给了我很多希望，因为热巴、这样脸那么小，对吧？对，我是圆脸、然后眼睛肿肿的，就是立体感没有那么够，是比较寡淡的那种比较扁平的脸。这样女孩也有梦。那我今天就是圆梦大使，咱们公屏一波刷起来，圆梦大使张静老师。接下来我们上粉底，刚才我已经把我的美妆蛋沾过热水了，做成手指的温度，打起来它的面积更大，然后更容易吃进毛孔里面去。力度呢一定要是轻拍，然后压进去，遇到痘痘的时候可以多次轻拍。所以老师，你不太用网上贼流行的暗弹飞吗？其实我觉得皮肤拉扯的时候容易造成一定的伤害，一切以拍的方式是最好的。但是我不是说皮下老师的一些问题啊，你会被打。求生欲好强。对，我已经看到我的水光泛出了。热巴是不是贼好画？是不是特轻松？轻松，感觉我没有饭吃了。相对轻松，但是还是要有自己的专业性去给它打造。然后这里的痘痘比较严重，还是多次轻拍。OK， 我们底妆打完了，现在是弹气水光机。我们拿这样的粉底，其实通过按压的方法，它也是有抛光的效果。是因为老师你的美妆蛋含水量也够吗？很够。给老师一波排面，太厉害了这个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遮瑕。我有同款，老师你用的是花西子的蜜粉。是的，它这个粉扑贼好用，它特别好，因为它是种天鹅绒的这种感觉。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粉饼是用这种颜色的粉扑，还可以清楚的看到蘸粉的量，也不会多。粉质的好坏呢，其实可以利用这样飞粉可以看出它很轻薄的飞在我们空气中，说明这个散粉非常的轻，非常的好。然后根据你的皮肤痘痘肌嘛，所以有可能会选择养肤功效的散粉。花西子散粉呢，它这个粉质还是很细腻的，使我们的妆容更加服帖，然后也看到我们左右脸对比有一个这种柔焦的效果，毛孔也可以立即的隐形。因为我最近也在用这一款嘛，我觉得它是属于那种控油持妆，同时它又不拔干，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它在你脸上不会有紧绷干涩的感觉。而且它上脸之后它不会氧化，也没有那种变黄的迹象。你这用量也挺少的，我平常散粉我都敷在脸上，就那种哇，我觉得有一个画法很吓人，叫什么烘焙式那种，我超爱烘焙。但是这个散粉就可以进行烘焙式画法。我还以为烘焙是不对的。对，可以。但是你要选对粉底嘛，你不能把那种很厚的然后变成那个，那就变成一个面具了。对。眼中我要热巴那明亮的大眼睛，你看大眼睛要唱歌了，我感觉。咱们亚洲小姐妹们就是五官就是秀气精致一点点，小一点点，她们又想要咱们热巴那种明艳大美人的感觉，要怎么办呢？颜色要偏少，您可以通过眼线、睫毛来塑造她的一个眼睛的一个媚度。同样，我使了一个干皮的眼影。干皮还有这说法？没有，不是用了干皮的，铁皮、啊、铁皮。就是我们的眼睛呢，其实双眼皮的弧度挺漂亮的，很大，但是眼睛稍微的有一点偏肿。这个颜色呢是我最爱了，哑光，然后把我们的眼睛打进去。哎呀！我们的上眼睑到我们眉毛上，全部要拿哑光色给它压下去。到眼尾处往外牵拉，画到我们3.5眼黄金三角的这个位置，画到我们的眉毛的最外侧。你看，瞬间有一个提升的效果。用更精细的小刷子保留双眼皮的宽度，画在我们的睫毛根部上，让它颜色更加深邃一点。再蘸取偏深这个颜色，牵拉我们的眼皮，让这个三角完全露出来，然后向上连长。我的天，这眼线就已经画出来了。对，就是我们今天玫瑰妆容的感觉，它是玫瑰妆容小姐。在我想象中，你穿着一身玫瑰花的这样一个裙子，然后走在玫瑰庄园里面，然后有点黄昏那种感觉，所以我选择一些这种带有黄昏色来作为体量，从眼球中间最突出的位置往外扩散。好像画油画，这个手法太潇洒了。然后再用一把圆刷向外延伸，往外延长。我特别喜欢长的，任何，怎么说比较长的东西吗？我咋闪子开车了？就是让它的颜色更加扩散一点，更加自然。这就是浓颜效果，大五官占据整个脸的比例。是的。然后我们在画眼线之前呢，我需要先夹睫毛。我家睫毛是90度向上延伸的，然后一整天都不会掉下来。老师辛苦了，因为我没啥睫毛。
然后呢我们画眼线呢，我选择眼线液，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用眼影画的眼线嘛，但这个颜色是不够有层次的，就是需要用我们眼线液在我们的睫毛根部上把它涂满就 OK 了。根据我们这个眼线的第一步的底顺着它们延长。其实有蛮多女生就是画液体眼线画不好，就得用老师的方法，咱们先用眼影走一遍。 对，而且液体眼影大家去可以去练习一下，这里有一个三角，我们把它填满。那可以看到双眼皮的最末端眼线一直是平着画的，然后到我们双眼皮之后我们轻轻的往外轻跳，这样的话它是保有双眼皮的宽度，又使眼睛有一点微调的感觉。最后我们需要一个眉笔。眉笔，对，哎 logo 重头戏来了，跟我念 Mr. Brown 啊，老师自己的眉笔品牌，支持老师。什么时候给我发点 PR？ 完全没问题，然后我觉得可以送给大家。咱们改个暗号吧，大家打 Mr. Brown 好不好？抓满，然后里面抽，咱们老师会豪放一点的，送大家，送大家，送大家。在眼尾处拿眉笔，在衔接处再往后延长，更加有层次感。这可能是我画过最长的眼线了。下一个就是粘睫毛了，先用这个睫毛打底，在眼睫毛下边。好，我们粘完这个仙女毛单根的，然后再粘我们这种三种睫毛结合呢，可以使这个睫毛也是有不同层次的睫毛。然后我们这个睫毛呢粘在外眼角的外侧，根据我们眼线的长度往后延长，最后这个睫毛的角度呢要顺着我们的眼线一起背上去。感觉这个睫毛又同时加深了眼线。哦对了，咱们要替粉丝说，松松老师答应的 vlog 什么时候出 vlog 呢？ vlog 我上个月录了十条，会发在我的全平台上面啊，大家敬请期待哈，老师的这个 vlog 肯定有你想看的东西在里面。然后需要画一点卧蚕出来，我们要大面积打底，明亮的颜色正中间往外延长，更深一点的颜色在我们的眼尾处加深轮廓。当时热巴同一个妆上了三个热搜，到底秘诀是什么？是这个是微闪，然后带点蓝光紫光的，然后这种是大闪片。刚开始用我们的眼妆是把它压下去，但这个时候需要这样的闪片，然后把它亮出来一个点，在我们最凸的位置上，黑瞳孔的上方。哦，这瞬间，这就是化妆小心机。真的没有牌子吗？大家谁找到了跟我说声啊，我也想入一下。然后同样的眼睛下方，然后就是我们的下睫毛。整体眉毛是有点偏平，但是有一点弧度的，显得年轻，也有点强势。这块位置呢是直上直下，这个位置画叉，就像自己的眉毛生长方向去画。下面这个位置从下往上的一根一根描。然后我不太会根据你最后一根的眉毛的长度去走。然后这个眉峰的位置也很关键，很多人画的眉毛是一个三角形，它的眉峰居中的，我们尽可量的画在我们外眼角这个部位，使我们整个眉骨的位置是往后移的，所以它整个流线感是非常强的。OK， 然后你刚才问我这个是什么？喷一点发胶，给它定点心，然后用我们这个小平面喷压一下塑料水的根根分明感，然后用这个来定型。哦，很可爱是不是？是让大哥笑，这不就是他心里镜头的东西吗？然后伊芙萨的遮瑕在眉底部让它更加干净一点，用它来塑造一些弧度。而且你看到我们的眉毛，你可以轻调一下这个位置，它是有一定弧度，但是你往下头低一点，然后再往上看的时候，它其实眉毛是飞上去的，带有一点强势感，就显得我整个五官更舒展，更舒展，能够压住我这个比较飞扬的眼妆。是有史以来眼睛最大的一次，震惊！做个强势的表情。因为你的脸型偏圆，下庭偏长的，那怎么样塑造强势轮廓感？首先要找到我们颧骨在哪里，然后用到唐艺老师的彩妆品牌。对，这是新的包装，漂亮，对，漂亮。选择这个最深的颜色，摸一下最凹点，从我们的耳后向前延伸，塑造出一个颧骨。老师走这个形状还是比较凌厉一点点，就给我塑造点棱角感。对，它其实是往上包裹的弧度。老师，你以前是不是学过油画？全都是这种，很潇洒的感觉。这也太像画油画的感觉了。然后我们这个位置呢，是绝对不能低于我们的鼻尖的。然后需要一点刚才那个定妆刷，把两边融合一下。选择中间色，打在中半段，颜色稍微加深一点。最浅的颜色作为一个提亮，及我们的最高点。及我们法令纹的这个位置，还是需要一个暗影，加上一点点的肉色腮红，那么可爱。对，它是那个三四一跟米奇合作款，大面积的去打就好了，让它有点气色感。然后我们的鼻头、太阳穴位置，下颚的外侧包裹性的往上去画，往里边收的这样一个感觉。然后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顺着我们这个唇角，可以往上轻抬一下，让它这个下巴更尖一点。小技巧 get。最后呢，我们用这一款高光，让它有一个点睛之笔。像烫这种圆鼻头呢，很多人想要那种小而尖的这样翘的一个鼻头，怎么？需要我们手指来运用，捏出一个这样的一个鼻型。真捏啊！需要一点高光，从我们最底部开始，只是把这个尖体呢，我们的美妆蛋稍微压一下，让它变得更加自然，然后再上一点散粉，定一下妆。所以现在你看，我们整体脸型是偏小，但它整体又有一个有强势立体感的肌肉感。
来了来了，当时那个妆容，热巴的嘴巴很饱满，很漂亮，就像娇艳欲滴的玫瑰。老师，好，我现在选出三款口红，打造这一款唇妆。你整个来说，你的唇长得还是非常好的。又收集的老师，所以我想让它带有一点性感，带有点攻击性的这样一个唇。先把底部画一下，外唇角尽可能偏薄一点画。下唇这个线应该画得非常饱满，然后上面的位置也要偏薄。像整个唇部呢，它是有一种层次感，所以两边我还是让它有一个这样的亚光感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需要这款偏橘偏豆沙的，从里到外中间提亮用。最后还有腮红在我们唇中间的定妆就可以，营造出更有气场层次的感觉。 OK， 我们的唇妆已经打造完成了。可以看到我们的嘴下方是要偏厚一点，唇峰是有点尖，唇上两侧往下走有点弧度的，所以整个唇形是有点微笑，但是又很有女人味的这样的一个感觉。哇哦，各位同学们，我现在不敢动，因为觉得要端庄一点才能配得上我脸上这个金贵的妆。公主的感觉是吗？像西红柿炒鸡蛋，这是个皮革盘子。然后现在是给你设计的一个玫瑰妆容的妆容，那可能不同于可能热巴的样子，跟你一样圆脸这样的女孩子是可以尝试的。对，我们不一定要去做他人，我们做自己就好了。